求求你告诉我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求聂真？把该是我的全还给我，不该是你的全部吐出来。这样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都该是我的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今夜将大家召集前来聂府，只为了宣布一件事，有关于我的身世。 夏父把严小姐纳入妾室，关于军政上的一切，你们都可以直接向五娘汇报，她会代为转达的。我这个五娘得谢谢您了，少帅。我得提醒你最后一句，聂真本来就是你的。说的似乎很有道理。